心情吧，守在那边，班长已经胸有成竹。那连同学考完的感觉又如何呢？我也是还蛮有信心的，我猜应该至少可以超过5个平均分数吧。其实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自己不会太，就是正常人都不会觉得自己太，不会对自己太有自信，不会说我一定前十名这样，但一定都会觉得应该是个平均再高一点。你要问你说你的，你觉得你自己 IQ EQ 如何？你也不会说我自己超好，大概说大概是平均再好一点，都会有这种自信心，微小的自信心。真期待结果发表的人，我也挺在意小黑的。连同学这边不太对哦，要用的不是刚才的方程式。哪尼？哇，忽然间靠很近吗？好害羞。怎么了？连同学有在听吗？啊啊啊！抱歉，不过这么近看，该说是破坏力十足吧。我在想什么？什么东西破坏力十足？黎恩，你在看哪里？黎恩，为什么你要脸红？我就说嘛，你看看，真的是很奇怪哎。就说不要在这里去读书，我们就可以回到房间好好去读书，就不会想那么多啦，对不对？一定是看在图书馆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问号问号问号。你的脸有点红，该不会是身体不舒服吧？没有没有没有，这算是夕阳的关系吧。我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啊，直挺挺的，好的不得了。你看我挺直身体给你看，绝对没有驼背，身体很好，不用在意。那就麻烦打开下一页了。后来黎恩虽然扎实了做了预习，但可能是开始注意到的关系，总是无法集中精神，使得书无法念进脑袋里。什么东西啦？你看这游戏都自己在那边莫名其妙。那刚好黎恩啊，总觉得好像不是很有帮助的。抱歉，都是我的能力不足，不对，是你的能力太强了。班长又没做什么，该说全是因为我的程度太差了。虽然不知是怎么了，下次再一起念吧。哇，还有下一次哎。对啊，下次不要在图书馆啊，我们在房间念就好了。真是的。这到底是增加了什么羁绊啊？这根本就是黎恩太糟糕啦。哎哪他了一则。真是的，一点都不像我啊，我为人如此正派就不会这个样子。太阳也快下山了，回去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再外出咯。进入宿舍。哎呀，你也要回去吗？是谁？是巧克力莎拉。莎拉教官辛苦了，你也辛苦喽。看你的样子，很努力在帮忙学生会吧？真是的，该说是很自律吗？你还真的很认真呢，还不是你？虽然我是最不想被身为一开始的始作俑者的教官这么说，等。比起这个，你看起来好像很累耶。调一下身体。稍微发生了一些事。托瓦尔那家伙真是的，指使我去做这些麻烦事，真是损失大了。这，那个约会并不是很顺利吗？托瓦尔，我熟。院长吗？还是谁？对，真是个非常美好的夜晚。身为对象的大叔，总而言之是个热情美好的人啊。哎，对学生你们来说有点太过刺激了吧？是哦，怎么回事？感觉超级可疑的。就说来，昨晚如何？我不在的时候没发生什么事吧？没什么。这么说来，这座宿舍来了一位新的女性管理员，教官，你知道吗？哎呀，已经来了。我听说有从莱恩福尔特家会有女仆过来。这么说来有股好香的味道呢。
大概就是那个人吧，好像非常擅长做料理，今天的早餐也是难得的美食哦。哦，那还真令人期待，机会难得，就请他替我做些好吃的下酒菜吧。就知道是下酒菜，真是的。哈哈哈。不过教官果然知道亚丽莎的老家，这当然知道。お帰りなさいませ、リン様。それにサラ様。サラ様。雪伦小姐，我们回来喽。那个可以不要那么拘谨的打招呼吧，我也只是学生而已。ここで働かせていただく以上、お出迎えのメイドの務めですから。没错，没错，没错啊。不愧是我一辈子的女仆啊！それとも旦那様とお呼びした方がよろしいでしょう。差不多要叫我老爷了，不过毕竟我现在还是学生，这么早就叫好像不太好意思啊，还是别了，别了。はじめまして。ラインポルト家より参ったメイドのシャロンでございます。刚刚巧克力莎教官用神秘的眼光看着他。皆様の身の回りのお世話などをさせていただくので、どうか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不管怎样想，巧克力莎教官应该是会喜欢他的。これはご丁寧。这还真是慎重啊。一つ質問なんだけど、はじめましてだったかしら。哦，哎呦，看来这个女仆，说不定不是个简单的女仆。どこかで会ったような気がそこはかとなくするんだけど。只是有点这种感觉。いいえ、初対面なのは間違いないかと存じます。他雪伦。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サラ・バレスタイン様。莎拉·巴雷斯坦小姐，初次见面你就可以叫出我的全名啊，雪伦。ええ、こちらこそ。シャロン・クルーガーさん。クルーガー。雖然搞不太清楚，但打擾他們應該不太好。可是，雪倫一直以來都是在萊恩福爾特家當女仆的吧？總覺得不是一個好的關係呢。好可疑哦。這是，欸，有信欸。妹妹写来的吗？你们这些家伙在干嘛？哎，你怎么没有念信？还是挑战书，叫我晚上收出去。哦哦，没有没有，在念书，在念信。我还是妹妹，哥哥，请你不用担心。私の方といえば日々つつがなく暮らしております。妹妹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这里每天都过着非常平静的日子。いまだ宿所にはほど遠いとはいえ、友人にも恵まれ、楽しく充実した生活を送らせてもらっています。虽然离熟女还有一段很漫长的路，但我有幸结交到好友。过着既愉快又充实的生活。それよりもご自分の学院生活のことをどうか第一に考えてください。哥哥，比起我，还是请你将自己的学院生活摆在第一顺位吧。士官学院といえばドライケルステゆかりの名門。说到军官学院，是和那位大帝缘分深远的名门了。ですが、軍の士官学校である以上、危険な演習などがあると聞きます。但毕竟是军人的军官学院，我也听说该校有危险的演习等等活动。自分を顧みないような無茶だけは決してなさらぬよう。エリザ・シュバルツァ。哥哥，请你绝对不要勉强置自己的安全不顾。不愧是妹妹，真的很了解。哥哥，一定是没问题，但是有时候可能会不顾自己的安全去保护周遭的人啊，或是把事情给拦下。不愧是妹妹呢，还是和以前一样。哎，这个情况我也还是和以前一样。妹妹，
看他一家真的很神秘啊、哦。雷恩长得很帅啊、哦，他妈妈长得非常漂亮，他妹妹也非常的可爱，他爸爸就是一脸杰斯脸，就是不是我要说没有到不好看，可是就是脸整个结在一起，好像非常的不爽的那种感觉。哦哦，回忆回忆，哦，哪尼？哦，刚看到那样的一个片段，感觉好像是他们曾经跟妹妹，他跟妹妹两个人在外面出了一些意外，或是他们家出了意外，结果他为了保护妹妹拿起了剑，之后不确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该不会是跟约书亚一样的事吧？唉。得回信给他才行，还有爸爸跟妈妈。你来听了吗？噔噔噔。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毎度おなじみミスティです。ミスティ。トリスタ放送より6月20日の夜9時をお知らせします。准点 boss 喽！深夜时分的时间到喽！帝都的近郊下雨，可是最近天气不是还不错吗？根本在抱怨啊。帝国的仲夏节要开，仲夏节要开始喽。哦，在未来海都能够看到海湾内布满无数萤火的幻想般景象。白俄旧都圣特雅克则会五天的夜晚祭典，连续五天祭典，哇哦，太爽了吧！居然没去过，好想去哦。真的，放假就是要出去玩啊！去哪里呢？克洛斯贝尔，去克洛斯贝尔玩。看来今天算是一个旅行的广播节目呢。被那个导播给叮咛了，还不赶快讲正经事，还在那边说自己的美梦。那导播一定会这样讲。好了，来实战测验喽。午休时间，今天要再打那个奇奇怪怪的怪物了吗？我操！成绩公布了。啊啊哈！得一秒吗？这是81到99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雷克斯第99名是雷克斯，雷克斯。有点忘了是谁，维维是91名，感觉唯一的成绩没有到很好呢，因为贝奇都比他高分啊。维维，振作，不要只会恶作剧，我还以为他的脑袋还不错呢，看来只是不喜欢念书吧。敏特有到78名，这么厉害哦。然后飞居然有72名呢，感觉不错哦。贾斯伯、宝拉。怎么一样？他是不是跳过了？有跳过一个。我刚刚看连续两次都是一样的。这算 bug 吗？
对啊，这样够了。艾略特果然很厉害，36名。莫妮卡则是有到，哇，莫妮卡好厉害哦。然后玛格丽特，没想到玛格丽特那吃火分数那么高。哇，阿尼基20名，劳拉17，罗西努林黛超强的好不好？12名哎，这差太多了吧？而且我是第7名，布莱希特贝利尔。马粪居然也可以第四，然后我们第七班根本是世界猛吧，艾玛、阿静、尤西斯3个独占鳌头。哦，艾玛跟阿静都是同分哎。然后亚丽莎也是，亚丽莎第8名，也很强。这超扯的。それにしても。まさか委員長とマキアスが同点1位だなんてね。对啊，居然没有分数的胜负。さすがだな、マキアス。然后那个菲利斯还是输给了亚丽莎，输了一点点。果然是言出必行呢。なんというか、さすがだな。いえいえ、お互い頑張った結果だ。好啦好啦，阿静讲完话了没？对啊，这样我们平均说不定比一般还要猛哦，我们超猛的。私も入学試験より順位が上がっているようだ。对啊，因为第一名两个同，就是两个人同分同第一名，所以就不会有第二名是跳第三名。比方说，如果假设第十名也是两位的话，就不会有第11名，会直接跳第12名。那排名就是这样排的。ユーシスはユーシスでさらっと余裕そうだし。对啊，ユーシス也很厉害的。10位以内に入るなんて相当頑張ったみたいだね。小 DA， 你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有体力的家伙。那我还以为你的念书很厉害，没想到小 DA， 你要加油啊！你的アニキ都输了。那是因为和大家好好一起念书的关系，有点疏远感。对啊，小飞在相对来说比较后面。他的疏远感上，他是班上最后一名了。但还是很厉害啦，小飞。我心血来潮的话，会好好努力。班级的那个吧。哇哦，第一班是878。843770，为什么没有？是这样，把我们第七班排除在外了哈。他不敢写，说不定写了我们几乎是第一名。我眼睛，不好意思，我眼睛有问题。1到5班，然后我们是第七班，所以总共6个名次。我们班第一名呢，超强的。毕竟1、2、3名都是我们班啊，这真的太扯了。太扯了，就算小飞在很后面，可是1、2、3名，这已经完全可以吃掉一大半了。对啊，这完全能够预测。啊，那个小胡子在嘴啊！俺が属するクラスが負けることなどありえない。那小胡子一定各种觉得犹豫。なんでそんなにも偉そうなんだ？我当然可以了不起，尤其是当然可以了不起啊！好歹也第三名。啊，いや、実際みんな頑張っただろ。B 胜利对吧？小飞真的很喜欢 B 和 B 啊！第一班不爽啊！第一班不爽、啊。哦，这是何等的屈辱！帝国贵族的骄傲被那种杂牌军给……而且亚丽莎同学的姓氏……哦，对啊，这成绩公布姓氏了。马粪不爽啊！第4名啊，嫩。完全被那个贵族派给盯紧了。我们这个第7班，实战测验。
哎呀，大家期中考很努力嘛，沙丘环整个很觉得开。